长长啊，不住在安和路吗？哎，你想在？这要走多久？一个小时。真的啊？哇，你想长到东安和路？高速我都不高速啊，讲我安尼行到伊番岛的路，我哎，伊阿公人家曾伟人住的比你还远。你对的。你才近啊！其实我常常假设在附近吃饭走回去。那边有一万步。不多，一个小时啊。你有计不计？我看到差不多。那你一个礼拜走几天？嗯，因为天气好啊，啊不，啊没有的话，我还是回家就去。有啊，天都好啊，还袂流汗啊，还袂流汗。哦，还好啊。我就有时候常在这里吃饭，吃饱饭就回去啦。啊，还好啦。你住这近哦。我这近哦。我这个大概只有六千那个第三不错不错早上再走来我应该晚上对呀晚上对，不用。现在意思是说，好像也都可以。好，好，没关系。那坚持就算了，反正赶快让他出去就好。谢谢。三点已经来结束了啊！三点啊！两点啦！哦，两点嘛，就本来进来，哎呀！那是要怎么样？两点好了。不要紧。OK 了 ，OK 了，我不坚持了，不坚持了。那赶快过了，因为过了也没用，过了用处也不大，不骗了，用处不大。新加坡现在还有一个案子而已。可是你要看英国啊，英国很多很多。英国人家那不成文化的关系，本来就很多就可以做，嗯、对不对？那种，而且我们也鼓励创新，我们也不鼓励创新。对、啊，你说那文化啦，我们台湾的文化。我跟你讲，你搞个东西之后，那在追究以后，你说谁敢放？嗯，我骗你啊！你账户明明没有时间，嗯、你把六个土匪都送到汕头台去。现在那没问题啊，那下面会看的。台湾文化就这样，没有用了，也不能怪他们，对不对？你谁敢开？你现在准一准，到时候掉出来谁核准的？我就这样说，我们现在做好了，除了黄国昌委员之外，有谁
谁敢站出来说青福安不要再查了？嗯，根本没的事嘛，没有嘛，还是一样查。对啊，对啊，一直弄，一直弄啊。每天都在。没错啊，没错啊，没错啊。他明明人家明明知道他的资本市足率不足，借给他就是因为看到国防部嘛。管就看看国防部啊，那你现在国防部也一推一推的干净，金管会也说不是政策贷款，你财政部也说不是政策贷款，那你不是害死那些人吗？对不对？你叫他那些人怎么办？看到这些就觉得，不过做立法委员不能那么悲观，那本来就悲观啊，要乐观。台湾快完蛋了，真的、啊，台湾都不见了，对不对？现在金融业大陆的那个起薪都比台湾高很多。啊，对呀、啊，对呀、啊，对呀、啊，都高了。都比台湾高啊。都比台湾高啊。我觉得这个是岛国人民的性质自己造成的吧。我觉得很多是我们在推动政策，我真觉得是人民造成的。有什么样的人民，有什么样的。我赞成啊，我常常讲啊，你就选出什么样的政府，自己负责啊。对啊。反正是啊。反正就是、啊。所以我每次出去外面演讲，我都是在谈的就是小政府、大公民。在喝酒。自己没有准备好，就是你自己连这世界长相都不知道，你要政府带你去做，怎么可能？每个人都希望政府做这做的，我不会那么期待政府做。我问你很多有些事情，你像这种东西，这个就是要对啊，要政府啊，松绑法规是一定要的。对啊，第八条没有列出来。哪一个的第八条？但是我觉得啦，你要政府推动金融科技，我觉得很恐怖。对啊，对对对对对，那条本来说会党团好像说愿意提出来，那要我们再加进来，对，行政命令改为法规命令，对，对，好啊，儿少法跟哪一条？儿少法，儿少精神病，因为十五条说那些什么，说那些什么。不过这里是在核准的时候给他的一个，对，你就可以确定。要排除哪一些？他要排除哪一些法规命令？他这项也是于实验期间内。对对对，当然排除一定是在实验期间内啊。那跟25条是啊，这个很简单嘛。我知道那个法规也是，你审查的时候不需要排除行政吗？审查的时候还不需要排除法规期间才知道吗？对，是要核准的时候。我看一下，抽到那个实验期间。你们修的是比较细，就对。对。因为我觉得那很多是可能是蔡总统啊，就是有关政策性这些。这个会不会是？不是，这会不会是第八条会造成他说，你将来在实验期间之内能够排除到？对，个案比较清楚，按照这个有点像是同案，而且有涉及其他机关。好，我们就开始协商了。好，请那个金管会相关的局处也就位，好不好？好，我们开始啊。那个，我们要从哪里开始啊？来，大家拿出那个大本的哈，这一本啊，啊，横的这一本。好，那我们就开始啊。那个在民众委员的第二条，这个我们要逐条吗？要吧，去看，应该看，应该看现在有意见的，大家觉得怎么样就好了啦，其他就不用了啦。对了，对了。第二条就是曾委员上次好。曾委员。呀。你的第二条可以吧？审查会通过保留重用会处理嘛，好不好？好，好，好，我不坚持了。好，然后第八条你都已了。哦，第八条那个金管会那边特别跟我讲一下了哈，这个我特别跟各位报告，他那个主管机关核准创新措施的措施的第四款哈，本来叫做于实验期间内排除特定行政命令。第几页？55页。对不起啊，不是这一本了，是这一本。法存原来法案这一本啊，我这个没有实质内容了，这个只是跟你讲，他把行政命令改成法规命令了，就这样而已了，好不好？哦，就只有这里而已了，其他没有了哈。哎，那我们就
那个第八条照金管会修正通过了啊。好，那第五条，第十条在第十条没有意见吧，沈超？我现在就这一本，这一本就都看这一本，哎，这本对，哎，这本，哎 ，OK， 好，对，你第十条，第十条，第十条的第四页，获申报书，这个可以，这个是怎样？你们现在要删掉是不是？不是删掉，因为当初的那个财委会通过的时候，是把原本采申报制跟申请核准制拿统一改为那个核准制。那这一条是应该，那如果已经改为核准制的话，那就没有所谓的申报，所以就申报书拿掉，对。好了，这个就行政院把那个申报生效被拿掉嘛，所以后面那个申报书也拿掉嘛，是这样嘛，哈 ，OK。好，那就照协商结论通过。好，那就第十六条，请各位翻到第九页。那个上次的审查会意见的第三项，金管会建议删除嘛，是不是？对，因为跟上次通。这个第十页上面那几行字，金管会建议删除啊。第十页，主管机关应于年度终了后三个月内，将该年度创新实验成果揭露于机关网站。你们建议删除啊？对对，因为主要是那个是八条的第三项已经有一个比它更详细的规定了，所以等于重复了。好，那就删除，修正通过。好，张伟了。哦，那个十七条有傅委员的修正动议了。哎，你等一下，那个江委员有意见是？刚十六条的部分哈。对。那个是不是可以把十八条，因为十八条在讲创新实验之申请程序嘛，哈，就审查会意见的十八条的第三项，这一起等，可不可以把它放过来到十六条有没有第二项之后？这个这样子法条上有没有？只有一个案而已啦，黄委员多几案了，修正动议多几案。啊，有一个费宏泰是招后的。审查会。不一样是吧？哦。哦。那这样顾主委可不可以？那个江委员是说把十八条，你刚刚讲的那个后面讲的比较详细。之前审查会意见十八条的第三项，那一项把它拿来到今天这个金管会建议文字第十六条有没有的第二项，就你把它整个贴过来嘛，是吧？对对。那这样跟十八条，等一下也要重复是吧？没有，现在就是说，江委员的意思是说，十八条的第三项是要摆到现在十六条的这一项，还是说他回再摆在十八条的第三项？我的理解是不是这样子？是吧？我建议是放第十六条第三项。真搞差。那十八条的，他主要是当时的第二项，也是黄委员当时像就是有一个。检讨发展之政策，积极提供金融科技业必要之协助、辅导与资讯服务，并应定期。所以后来的那个十八条的第三项就会包括要揭露，还包括就该年度推动金融科技发展之业务内容啦。那创新实验之成果已因此发完成之法规中修正调整，向立法院提出书面报告，并将内容揭露于主管机关网站。所以这个到底是要摆在十八条，还是要摆在第十六条呢？看起来好像，我这个实质上有差吗？实质上没有差，没有差吧？对了，这不了，他这里要把它删掉了。那个要删掉。对了，就照金管会原来的就可以了吧？这个没有差吧？对了，好了，那这一条就照那个金管会
新的意见了，把那个内项删除了啊，删除通过了啊。好，第十七条，那个十七条那个条文有印给大家吗？啊，可是那个要印给大家。大家有啊。有吗？哦。啊。啊，那条你叫我。我知了。十七条，那个国民党党团提案了哈，第十七条。加上基资基金的募集与管理啦，这没问题吧？国民党团的修正案，就是基金的筹集与管理的筹集与管理。这那个得拿掉了，转介于相关机关局，不然那个得删掉了、嗯、基金筹资用，介于相关机关，话把它讲清楚一点而已，没什么。对，可是怎么会叫他筹集业？这很奇怪呢。应该是基金筹集与管理，可能文字要修一下啦。他应该是转借给这个基金去给他投资吧？对，对不对？对，那个那位应该转借给这个基金去投资吧？第一个是我们可以先确认吼，主管机关不会去搞基金的筹集与管理，好，那主管机关做的只有转介，所以是不是把第三款的文字吼，再把它论成说转介与相关机关（括号购）团体或辅导创业服务基金进行，这个很怪，嗯。我不要修了，不要修了。因为金管会的定位是转介啦，吼。其实不会妨碍他的原则。过来。哎，二十二页是时代力量的第十四条嘛啊？那个本来审查会意见是保留送院会处理，那你们现在说建议不予采纳，这里说明一下吧。嗯，这个是涉及到那个，这涉及到那个协作的部分呐、啊。那我们现在是说。协作的这个部分还是不要纳进来，避免我们的好像参与他们的这个内容了、可能避免我们要进行审查的这个客观性，所以我们是不是不要去派员共同参与创新实验之实施的这个必要？这样，这个黄委员你说，对不对？不，主管机关的协作真的争议会很大，争议会很大。嗯，比如说以后他的成败要归咎谁啊？这种，嗯，没有啦，那个倒不是要金管会去共同承担成败了，那个是你在这个过程当中参与协作的时候，你还可以积极的去让。主管机关在这整个过程当中去尽我们本来希望可与他辅导的责任。你们后来在哪一条有就主管机关要做的事情？我可以看一下吗？你们的第十七条。
创新实验创新性提供主管机关办理下列事项，所以你会做检讨金融法规，提供创业或策略合作之协助。转介检讨法规，好，没有关系，这条我不坚持。好，感谢，那我们就建议不予采纳哈。那第二十五条，这个金管会说明一下吧。啊，金管会说明一下。哦，就是上次那个啦，曾委员提到的那个行政责任的那个部分啦，那我们是说，就把它简化文字，就是我们如果核准创新实验与实验期间排除该等法规、命令或行政规则全部之或一部之适用，那就再加一个并免除申请人相关行政责任这样子。哦，这样可以吧？好，早晚通过。等一下，不好意思哦，我再问一下。这个免除申请人相关行政责任到底指的是什么？他就是指说，因为我们去依职权或申请豁免或调整相关的这个规定，那因此就免除申请人相关的行政责任这样的。啊，因为违反规定可能有一些纠正啊，那有一些限制业务等等的，这些你没办法排除的话。是，我觉得这部分应该把它排除了。哎，金融机构，你说，主委，我这边还有一个意见表达哈，就是那个主管机关及监理单位及相关承办公务员的豁免，然后。因为现在许多的这些沙盒的实验啊，其实到最后是在承办人员的认定上还有执行面上他的一个拿捏啊，那别的国家是都有在做这个行政人员的豁免，尤其是沙盒里面他如果是依法去让他执行，但是到最后如果发生法律纠纷的话，如果到时候要追究的话，我怕他这个鼓励创新的这个动能，尤其在主管机关还有公务体系里面还是不大，所以我这边是就是说希望再把这个行政承办公务员及这个部分的行政责任可以豁免齁，这部分希望可以再把它加进去。以上。这个豁免行政机关的行政责任太奇怪了吧？我们的立场是不需要了、啊。我们的立场是认为，局人的版本、啊，这样太大了啦，范围太大了啦。那个不好意思，我再确定一下哈，二十五条它在发动适用的时候是在许可处分的时候在里面载明吗？所以你在许可处分里面会载明说你排除适用的法规命令或行政规则，然后你也会载明说他被免除的行政责任的范围。因为我现在只要确定一件事情啊，就是说只要在许可处分里面你会载明所免除行政责任的范围，而不是一个概括性的条款，就是开放性的全面免除，那这个条文我就可以同意。对，就第八条，就是上次也是依黄委员的意见，就是在第八条，在第四款说以实验期间内排除特定，这个行政命令现在改成法规命令了，排除特定法规命令或行政规则之适用。那个顾主委，对不起啊，那个第二条、第四条、第十二条、十四、十八、二十二跟二十五有立法说明啊。这个影印发给大家吧，因为黄委员刚刚问那个在立法说明也有注明。这份资料里面有吧？这份资料还没有发呢。你们要发给大家，因为这样比较容易参酌啊。后面有的，后面有
不好意思，那个主席，你刚刚说第几条里面有讲到这个部分？不，你等一下发给你这一叠里面就有条次，对，这一份就是这一份，对，就是这一份，那都有条次了，在最下面是。那刚刚黄委员刚刚说的那个，你说有放在里面的部分是在哪？对对对对对，可以讲一下吗？黄委员是说到时候会有一个申请的表格嘛，那上面所免除的行政责任都会名列了，是这意思了。那这样才有具体意涵嘛？对了，才有具体意义嘛？哦，对不对？那在哪？对不起，我那刚刚那个局长是说没问题嘛，一定会这样做嘛，对不对？那个在第八25条是不是？在第八条，哦，看到了。我不晓得现在大家有没有全部的，但是这个，okay， 第八条就是说，哦，相关行政责任，在核准创新实验时呢，就得采取下列措施。那其中有四款，就第一个就是说调整或变更实验计划内容，限定参与者资格条件，还有附加条件或附带。那另外在实验期间内排除特定的法规命令或行政规则的适用，这样的。这样可以吧？好，就是讲清楚了哈，讲清楚，就是载明在许可处分说，对了，当然了，明文排除了行政责任。OK， 不好意思，主席，那个刚刚讲的就是第25条说明那边嘛，以及申请相关行政责任之免除。哎，对，立法说明那里，对。OK， 好，那我理解了，谢谢。好，那我同意。好，接下来请到，接下来是怎样啊？就我们那个七个法，那个对，那个七个法，到时候那个条次是怎么并入？没有，就这个是在归到各个法啊，归到各个法啊，对不起，那我讲一下啊。好，那顾主委，好，接下来这个部分由赖主委主持了。那个顾主委呢谈过，因为原来我们审查会通过的是。审查会通过的，因为里面相关的规范，那么在现在把它接到来自那个法已经规范了，所以呢，顾主委那边就把它说成比较简单的一个写法，然后就是你附到那里说，如果你要申请这个 FinTech 的话，你就是按照那边就把每一个法相关的条文把它你附到刚才通过的那个法，就这样子而已。那文字各位看看可不可以啊？如果这样子，他是把所有大家啦，因为每个法的写法都一样，那他就把它变成更简单的，就大概这个样子，好不好？所以如果大家同意第一个，后面都一样。没有，就是现在黄伟你看到的这个几个法，请后面的第一页。保险法原来就有一个136条之一，现在已经经过一读通过了嘛，审查会通过了嘛。那审查会通过，现在我们就是说赖委员的意思是得都希望这些条文都能够保留，那我们把它简化，就所以现在简化，比如说保险法它的简化的写法就变成说，为促进普惠金融及金融科技发展，不限于保险业、保险经纪人、保险代理人或保险公司人，得益金融科技发展与创新实验条例申请办理保险业务创新实验，前项之创新实验以主管机关核准办理之期间及范围内，得不适用本法之规定。那主管机关应参酌第一项创新实验之办理情形，检讨本法及相关金融法规之妥适性。那这样子的类似的规定，这个是保险法。那翻到银行法的话，银行法在22条之一，就下面的这个22条之一，一样的类似规定，就是说为促进普惠金融及金融科技发展，不限于银行。得益金融科技创新实验条例申请办理银行业务创新实验，那前项之创新实验主管机关核准办理之期间及范围都不适用本法之规定，主管机关应参酌第一项创新实验之办理检讨本法及相关金融法规之妥适性。那这个是我们根据之前通过的相关几个业法，然后做一个文字的修正，那再请各位委员指教看看这些文字的修正在各个业法里面做这样子的一个规定，然后一并通过，看觉得如何这样子，再就教于各位。我讲一下历史了哈，这是两个会期之前，那时候我当招委，所以今天我坐在这里的原因了啊。当招委的时候，那时候没有一个大的母法，我们就在每一个法，保险法、证券法、银行法里面。有关于金融沙盒的处理方式，不同条文里面精神都一样，所以大概七个法还是八个法。
那现在因为我们有一个母法出来了，所以就把每一个地方的这个执法啊，类似执法，他如果要做这个金融创新，要做金融沙盒，他就refer到我们今天这个协商刚过了呀那个版本，就这样子把这两个桥要搭起来，所以就很具体的就跟他讲了啊，大概就这样子。赞成啊，因为本法有，那又有专法，两边这个桥把它搭起来，我觉得更完整啊。哎呀。我在啊，就是不喜欢那样子的立法力，才会搞一个专法嘛。结果现在搞完了专法，那八个法回去还要每一个插一个这个条文，干不就关立法体力耶？这根本是激乐立法。OK， 好了，好 ，OK。好，那就结束了是不是？那个郑秉忠委员啊，特别跟你讲一下了哈，特别跟你讲一下，因为我们这个就大概大家都合意了嘛哈，那我们就尽量不要保留了哈，所以前面你那个第二条我们就不采纳了，好不好？好，谢谢谢谢，那我们就直接就不用朝野协商了，好不好？啊，不要，这里是委员会协商了啊，啊，那以上就协商结束了嘛啊。好，谢谢大家，谢谢大家。